大家好，我是希望剑士元手游，没错，非常的好玩哦。好，都不知道怎么讲了，这边是要上阵教学，那我们今天继续吧。那下面已经可以自动战斗喽。我们今天讲它的出发与比值。那这边有月卡、至尊卡的功能，再来是它的出发与比值。所以6800钻的话就每99美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60钻的话就是每斤99.99，也就是1美金30，我觉得台币31块。那再来是它的 VIP 特权功能与礼包。然后做到 B20 哦，那主要就有死神，我知道只有死神，啊，这边你看他觉醒的样子跟没有觉醒的样子，啊，这么死神的全技能，还有取得芳华，哦，非常帅啊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游戏是非常猛的一个手游，啊，这边还有 VIP 的这个。也就讲了这个吧，前期的这个，啊，这边你可以对英雄呢做所谓的这招募，哦，这边又得到某一只新角色了，我那天可以做一个升级教学 ，OK， 那我们就继续靠下去即可，哦，整体而言真的很轻松啊，每天也有了，登录礼包也给你 ，OK。那抽到真人区就是你抽角色的地方，你每天可以来抽几个猫。V12就是那只死神嘛，就我们刚才看到那只死神嘛。这边你就去攻略下一关，我这样可以收集一些金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战斗一场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又少放一只上来了？下次再放好了。我说我们现在有4位角色了，对，就可以领半人宝箱奖。好啦，那就订阅频道啦。我们今天影片就玩到这边。